我咋了？哼，瞎忙呗。你怎么想起来给我打电话了？听到我声音谁发出来？啊，这个，哎呀，那能听不出来？我在河南呢。我看到了，看到你那个视频了。啊，在零下-15家，对。明天见面吧，明天我请你吃饭。那我请，我去打探了。行行。好，您先进啊。嗯。好。还不错，挺好的。这个经常不错。1个多月了，快2个月了。忙啥呢？哎呀，哎呀，肯定是忙着挣钱，忙着还房贷，忙着养活自己啊。都要好好努力啊！不努力不行的，真的。盯得我心里发毛。说这个你心里发毛。开心一点，开心一点嘛。我是被你气的。是不是舍不得我？哎呀，你不要把别臭美了，太激动了，一下子掉眼泪了。我是见到你，我想起来你让我受的委屈，我告诉你，我这个叫什么？满腹委屈看到你找到发泄口了。是不是？行了行了，不跟你扯了。我以为是见到我激动了呢。想多了。啊 这么喜欢吃菜？我都一顿饭都来假的了，至于？我这个真的超出我的预期了，我以为来这边没有饭吃，没想到来了还是有饭吃，哎呀！感谢，别油嘴滑舌了，走吧。什么时候换的车呀？别人的车，不是我的。我还以为这么牛呢，我还以为是我挡你财运呢，我一走直接换上宝马了。这话说，我有那么大能耐吗？我不是这个，我是这是招牌，那前两门看着。一共就点了这么几个菜，你还说要宰我？这还没有我们平时自己来吃点的菜多呢。够了，我们吃不完这么多。目前我们平时来的话都是人均一个，一人一个。你这我们仨就点了一个都行。没事，等我走的时候你给我打包10个8个就行，再回家吃，好不好？这么大一碗面。哎呀，我们这面都这么大。这一碗面吃饱？吃不饱。我现在只能吃半碗。你看我现在瘦了，怎么瘦的嘛？知道吗？咋瘦的呀？被你气的呗。那我也是被你气的，好吧？那正好，大家一起减肥了。